下吧，这个老头。看这个敌人交战。刚刚我们两个扶着后面都很气，选择英雄，我要蹂躏每个敌人。于尽一生烦忧，思绪随之清明。走吧，我想实地测试几个新发明。大家速战速决。成就来自内心，失败也是如此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对面还是毒气。哎，我在空中哎。我看到，我看到给夺命从上面掉下。你几个马上换？我是机会，是吗？这里有敌人，我掉他一击，沉睡，加我来一动，对，敌人出现在这里，他守在上面，有没有这个敌人？逆转啦！有了，第一轮被吞了那样，是吧？我想想，你有没有剩很多时间？精彩！大家坚持不懈。再一场开牌。这一轮应该是六连胜吧？那我输过吧？没有啊。没有吗？没有啊。真惨。我们六连胜呢。有料哎。看一下记录。哎呦，这六连胜。对啊。4-3。哎呀，现在胜率100%，有一场被取消的。嗯。但这样如果他妈没来跳两阶，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。哈哈，确实。上次七连胜也才从白四跳，白三跳白一吧，好像。哦。七连他妈最多跳两届，有百星。差不多。